顶多啦，顶多啦！七月蜜桃成熟时，红卜卜、胀卜卜咁，我忍唔住啦！咪住，想食到最靓最甜嘅水蜜桃，学咗点拣先啊！第一，拣产地，日本山梨县咧被誉为土之乡，并且够晒保证，七月至八月咧就最当做啦。呢款山梨桃咧甜到有成十二至十四度啫。嗱，等我教你一个咧我食桃嘅方法啦。首先咧，我就会用刀背咧刮一刮佢，然之后咧就喺中间嗰度一戒。哇！你睇我几多汁，头先爆咗出嚟添啊！好想食啊！一箱十五至十六个，原价980，今日开始必买价638。好味啊，好甜啊，好多汁喺里面爆出嚟啊！一咬嗰下，系一啲渣都冇噶，你咁话，好甜啊！第二咧就要睇级数啦，山梨桃之中最高级嘅就系大棠岭级，甜度咧要达到13.5度先至合格噶。哇，咁真系拍得住我咁甜喎！系啊，呢款大棠岭水蜜桃一箱15至16个，原价1200，今日开始必买价888。哇，啖啖肉啊！你留唔留意到啊？佢个颜色咧仲好鲜艳添啊！系啊，同埋咬落去咧超多汁啊！扭出嚟啊！日本嘅蜜柑咧出咗名皮薄馅靓，而呢一款糖浆蜜柑咧就系日本蜜柑嘅名牌嚟噶。佢仲喺温室温度同埋水分咧都受到严密监控，先至有甜度同埋酸度配合得天衣无缝嘅糖浆蜜柑。我哋一齐试下啦！好多汁噶，同埋个味好浓。最后我发现咧，佢个皮系超级薄。而且咧，佢一粒核都冇喎，劲甜啊！快啲下载 Big Big Channel Apps 喺 Big Big Shop 度扫货啦！